刘处长，这就是我海港开发案的设计图纸变更，这是新的设计图，麻烦你看一下。设计图免看啦，算谈的case啊，绝对无问题啦。郭董是我的马子啦，既然伊拢挂保证啊，那呢我就放心啊。<笑>多谢处长给我面子。不过依我所知影的，这设计图若要变更，也是需要经过你的直属长官同意。 所以，才麻烦处长替我邀恁长官出来做伙食食饭的。我嘛先先来甲伊解释，我是安怎要变更这个设计图。讲实在啦，阮长官啊，最近较无闲啦，是讲请你相信我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伊一定会答应的。多谢处长。哇，我有你这好的官员的收听，相信我这海港开发案绝对当顺利进行的。 到时阵，你就是促进台湾经济开发的大功臣了哦。<笑>对啦，啊，进前为着要拜托你斗三工，我有传礼物给你，啊，且嘛赶快需要恁长官给我斗三工，我嘛准备一份礼物要给伊，啊，再拜托你替我转达一下，请伊一定要半时间出来跟我做伙吃一下饭的。 总裁，你真客气，送到一份啊，这么大的礼啊！<笑>这是当然爱的呀。万圣堂开发哦，对这公共建设一向是真用心嘛，诚意十足。所以要拜托处长，甲恁直属长官讲一下，假使我这设计图呢，当顺利过关，到时阵我绝对阁准备大礼好好来答谢你。嘛，万圣堂会当为台湾经济建设尽一份心吗？你放心。 我就听家己人哦，绝对会听到底啦。吴文，你甲看卖，你看处长人遮好，搁这只讲义气，以后你要选老公，就是要选像伊这款的，知无？是方总裁唔敢嫌啦，是讲以后我若是对海港村的计划有真无问题，是不是会当向吴文小姐请教？啊，若无方总裁你这么无闲，我要来好意思。 一直甲你叫了咧，你安尼讲咧伤过客气啊啦，是讲这海港开发案自一开始我们就有参与啊，所以除了我以外，我们是上了解的，所以若有相关的问题，特地才问就好啊。安尼上好啦，吴小姐，有机会我会找你联络，研究海港城的代志啊，是煞请食一个便饭，安尼好无？刘处长。 你若是有啥物问题，我会找阮公司的同事做伙过去你的办公室，甲你说明。是的啦，我着公司较济，可能无时间会当陪你食饭。处长，请你通见怪，我问问就是安尼啦，较避暑，较毋知要安怎甲人交陪，惊讲毋对话去得罪人。别紧，只要你想要请伊食饭，也是有。 有关海港城开发案的问题，想要问伊，你处理找伊吧紧，我等下甲伊的电话给你。安尼麻烦你哦。<笑>刘处长，歹势啦，文文姐较避暑，你就莫甲伊计较啊。啊，来，我顶你。后边多谢你这样支持盛唐开发。啊，好啦。 丁，好。总裁，享用地。我问啦，你之前无郭董民主，即马连处长要约你食饭，你也唔答应。 我面子真正拢你下了了，会知无？你实在就唔知影好歹的。我之前就甲你讲过啊，咱要约你，迄是看你会去，唔好咧结一个面枪。你当作你是啥？啊？咱先咱就爱看你的臭面。总裁，是的啦，我袂惯是用这款方式甲人应酬。<笑>你一句袂惯，是无欢喜，就甲我几大样的生理全部拢毁掉。 我已经讲过啊，处长若愿意斗三工，让咱设计图变更会当顺利过关，迄是几啊亿的利润呢。
迄是你做牛做马做一世人，甚至甲你家己卖掉都拢赚袂到，你知无？妈，你毋知影好歹。就是讲啊，人刘处长嘛是真心介意你啊，一定袂亏待你的。你若是无好好把握这个麻雀变凤凰的好机会，就太对不起咱总裁的好意啊。你看人黑人比你外口讲话，今天若不是黑人甲你斗相共，甲处长按来也真好，我绝对叫你回去吃家己。既然是安尼，就让黑人去陪刘处长吃饭。郭董以后嘛，让黑人就好。迄款场合，我是莫去，较袂晓刘总裁你的面子。你即马是咧教我安怎做代志？总裁，你莫生气啦，我来甲伊讲。文文姐，你真正是毋知影变巧呢。我甲你共款啊，我对郭董、对刘处长一点仔好感拢无。啊，不过像这款的查甫人哦，你若是愈羡慕，伊就愈想要得到你。你若是甲我同款，主动去接近伊，伊颠倒无想要你陪啊。安尼你敢有了解？你有了解嘛好，无了解嘛无要紧啦。我敢那知影，你若是继续结一个面手，我去看，你以后的日子会搁较歹过哦。你甲看卖，迄人才对我偌久尔，伊拢比你搁较了解。你若有伊一半巧就好啊。哦，我阁予伊一个机会，你去甲处长按来好势，只要伊愿意，伊就袂阁甲你搞搞你啊。若无这查甫人，唔通到时阵，阁发生像你伫咧大学时阵拄着的代志，安尼我是无法度救你哦。总裁，你哪会当安尼对待我？这是你家己惹出来的。我之前是安怎甲你讲的？你若无法度克服你家己的心魔，要毁掉我几大亿的生意，安尼，我绝对让你活比死更艰苦。我你出去，出去家好好想看卖，莫等才搅扰我甲迄人讲代志。